南华大厦强势赢，因为创办人暨董事长陈群大使原接站上典礼，延到2月15日才来举行。校长林聪明先传领着主管和教师默哀一分钟，同时会中来首播缅怀大使陈群大使和南华大厦的纪念影片，记录创校27年以来和大使的各种活动，也借出来感谢着陈群大使发起百万人行学，才有今日的南华大厦。现场有真侪老师是忍不住流下目屎，祝贺当时绝语法师嘛到场来记得。南华大学所举办强势赢，因为创办人以及董事长陈群大使完结赞赏典礼，延到2月15日来举行。校长林聪明率主管以及教师进行默哀一分钟，并首播缅怀大使陈群大使甲南华大学的纪念影片，记录创校27年以来甲大使的互动，就以感谢大使发起百万人行学，才有今日的南华大学。每一个画面拢勾起往日的回忆，充满对大使的感恩甲思念。现场师长不禁潸然泪下。祝贺董事长甲吴法师莅临指导。南华大学校长林聪明表示，在春节的尾声，知影大使完结消息，深感悲痛。为开拓国际生源，不负大使辛苦办教育，依然在指定的海外招生现场，连日以来教职员生、棒球队、卡球队校友总会以及产业咨询顾问团拢陆续回山调研。南华强势赢汇集全体教师共同讨论以及激动，以凝固学校招生重点以及方向的共识，促进招生效益的提升，为感念大使办教育的贡献，这次特别在会议前默哀缅怀大使，也透过影片让每一位教师拢能深刻记住大使办教育的精神。谢欣是不错运动，大拿顶唱不得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！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， 一起加入我们吧！